哎呦我去，臭小五，你又在偷吃我的小赛罗了。赛罗，我没有偷吃，这颗世界超人奶酪棒是我爸爸给我买的，里面藏的是我最喜欢吃的牛奶味的奶酪棒。牛奶味的世界超人奶酪棒吃起来真香甜。臭小五，你手上这颗汪汪队奇趣蛋太美了，让我尝一尝怎么样？赛罗，我才不给你吃呢。巧克力加小饼干吃起来酥脆香甜，真美味。小五，你再打开另一半让我看看里面藏的是什么。是一个小陀螺玩具和一个小勺子，一个绿色的小陀螺，真漂亮。巧克力小饼干太好吃了，赛罗你也尝一口吧。味道好极了，小五，这么多粉红色的小赛罗要被你给吃了，我好心疼呀。赛罗，你也尝一颗小赛罗巧克力吧。小赛罗巧克力吃起来丝丝滑滑，太香了。伙伴们，下集更精彩哟。